你想达成丰满的心愿吗？请赶快使用真女人丰胸营养源，这项是由日本最新研发的科技，萃取自木瓜精干的汁液和木瓜的花蕊部分，同时啊还添加了非常多强效的丰胸配方，所以它的效果真的很快，在你使用2到3天就会有丰满的作用。很多的朋友在使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成功的升级了1个罩杯哦，所以啊你绝对不能错过这项立即见效的真女人丰胸营养源。我们都知道木瓜有丰胸和催乳的效果，但是效果慢了很多，而木瓜的花朵的萃取的营养素效果更快。但是现在您知道吗？锲而不舍的日本专家从木瓜的花蕊部分、木瓜的树干所取得的汁液当中，又发现了丰胸效果更强更快的丰胸营养源。根据临床使用者的描述与证实，这种被称为丰胸营养源的物质有十分明显而快速的丰满效果，因为它最快可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帮您提升1个罩杯。这种能够立即增加上围尺寸的真女人超级营养源已经风靡了整个欧美国家与日本、韩国、北京、上海与香港。然而提供木瓜花蕊与木瓜树干汁液给日本提炼丰胸营养源的产地竟然就在我们台湾的屏东县九如乡。日本专家在这里包下了将近30公顷的木瓜园，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这里其中某一个木瓜的品种台农二号能从其中取得品质最稳定、丰胸效果最佳的营养物质，而且它1年4季都能开出硕大饱满的木瓜花朵。而从其剪下的花蕊所取样的汁液和茎干的汁液当中，日本专家成功萃取出了能促使乳房乳腺细胞不断巨幅增加的大量元素，包括酒石酸、狗橡酸、苹果酸、番木瓜碱、木瓜蛋白、番木瓜蛋白、番木瓜凝乳、贝塔胡萝卜素、隐黄素、蝴蝶莓黄质、棕榈酸酯、胆碱、油酸甘油酯、棕榈酸甘油酯、逆流氰酸酯、番木瓜酸、维他命 B1、B2、C、G、卡贝尼克酸、钙、铁等等营养成分，是山药有效丰胸萃取物的6000倍，是泰国人工栽培白膏科的1200倍，泰国野生白膏科的750倍。难怪丰胸的效果可以在短时间内让平坦的上围一下子就完全改头换面，其强烈的满胀效果绝对会让您惊讶万分、赞叹不已。除此之外，真女人丰胸营养源还添加了能直接被人体吸收的日本 N1 胎盘素，它含有极为丰富的天然女性激素、纤维蛋白、红血球生成素以及胶原蛋白质。由于它的体积只有3个纳米的细微尺度，所以不只是吸收快、强化子宫机能、增加自体丰胸激素的效果更快。取得这项研究的世界专利，任职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的村山昌信教授表示，使用丰胸营养源能够促使乳房体积增大，是因为它不仅提供大量的丰胸养分，而且也促使子宫旺盛的活力与激素分泌量的增加，因此使用者大部分都会在2到3天的时间内明显感受到发育胀大的作用，和您未使用丰胸营养源之前有极大的差别哦。您看，这位是19岁的吴文琪小姐，先前的胸围尺寸竟然只有27寸，如此平坦无奇的身材简直让她自卑的无法形容。然而使用了丰胸营养源之后，胸前的分量就与日俱增，终于呈现出35寸的上围体积，不但丰满的外形让吴文琪小姐频频称赞，自信心也因而增加了不少。我之前试过有很多很多的产品，也花了不少的钱，结果试过都没有效。在我使用到真女人丰胸营养源的第2天的时候，我胸部就有点胀胀的感觉，真的。然后2个月前我记得是27寸，对，现在我使用后2个月咯，我已经变到35寸了，大了8寸，真的整整大了8寸。我现在也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自信，我都敢穿一些低胸的衣服。我同学啊跟同事他们都问我说，我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突然变大的，我都跟他们讲说我是使用了真女人丰胸营养源才变得这么大的，你不信你可以摸摸看，这都没有电哦。真的吗？对对对对对对啊，真的。
对啊，都是肉哎、欸，对，完全都没有电的。对啊，我也非常感谢真女人丰胸营养员带给我这么大的效果，我觉得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是非常值得。哎，当然当然，因为我只是很气他说为什么不会早一点出来，现在让我有那种重新发育的感觉，非常的好。当女人真好，对，当女人真的很好。所以说，想要真正有效的获得丰满傲人的身材，就真的要好好的吸收到最需要的营养物质。真女人丰胸营养员可以让您大的有看头，让您大的越来越有魅力。原先有许多人都以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再发育成丰满的身材，但是一旦使用了丰胸营养员之后，却让他们个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成为别人羡慕不已的对象，成为别人争相探寻丰胸秘诀的对象。还有，您知道吗？由于整棵木瓜树每十天所生产的精干汁液与木瓜花蕊部分的汁液，先低温冷藏后，再空运到日本神奈川的品种生技中心，直到最后萃取出的丰胸营养源，仅仅只有大约6瓶的分量，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珍贵。请您购买之后一定要按时使用，平常最好可以将它放入冰箱内存放。记得在第一次使用丰胸营养源之前，一定要记得先实际测量一下自己的胸围，那么保证您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绝对会有令您喜出望外的大发现，因为您已经从平坦的曲线转变成大女人的唯美身材咯。您看，这位是21岁的蔡宜勋小姐，她的上围在使用之前仅仅不到27寸而已，结果使用丰胸营养源之后，从她开始大量接受丰满的营养物质与女性机能改善之后，蔡宜勋小姐现在的尺寸就增加到了33寸。她说她万万没想到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达成她的丰满心愿，效果真是好的，让她终于变得很有看头了。我之前的胸部啊真的是非常的平的，然后在使用真女人丰胸营养源1个多月之后，她让我的胸部从不到27寸变到现在33寸了，变了6寸、欸、对，6寸，很神奇吧。那你周围的朋友对你这么大的改变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一直问我说到底是用了什么东西，或是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来达到这样子的。我就推荐给他们这个真女人丰胸营养源，它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只要早晚各一瓶，然后它就能让你的胸部有那种再次发育的感觉，然后每天都会觉得说它在成长，然后让你的穿衣服就更有自信心。我要一直使用它，让我的胸部更饱满更漂亮。没错，想要让上围变得更有看头，您的体质女性内在机能一定要改善，一定要接受真女人丰胸营养源的大量珍贵养分。只要早晚使用一瓶丰胸营养源，就是让您迈向丰满成功的重要关键。您不需要配合其他额外的饮食，不需要特别摄取难以吸收的养分，丰胸营养源就可以帮助您每天增大一点，再增大一点，不断再增大一点。您也许看不出昨天和今天的丰满差别，但是使用之前和使用之后绝对会是大大的不一样，重量感也会大幅的增加。到了内衣穿起来感觉紧绷到不行的时候，您就会知道自己的胸部真的是长大了。您看，这一位是已经27岁，然而胸围却没有多少分量，仅仅只有30寸的黄莹杰小姐。可是您看看丰胸营养源的效果到底有多惊人呢？黄小姐使用之后，她所得到的回馈竟然是37寸的丰满胸围，她现在所展现的外形真的是不知羡煞了多少人。其实我之前对所有的丰胸产品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了，然后呢，我自己本身用过所有的这些丰胸产品，其实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到最后我已经完全不考虑使用了。你也知道我之前的胸部是非常扁平的，我完全对我自己产生了非常大的自卑感。但是自从我使用了真女人丰胸营养源之后呢，我在短短的1个半月之内，胸部竟然变大了7寸之多。那个时候是30寸嘛，现在胸围是多少？37寸。
对这个改变很大哟，真的真的、那你周围朋友的反应怎么样呢？他们都问我说啊，你到底是怎么变大的啊？我告诉他们，我是使用真女人丰胸营养源，在一个半月之内的时间就变大了7寸，所以他们现在全部都在使用了。我的朋友都好高兴哦。那你接下来还会不会再继续使用呢？我希望能更大啊。可是你现在已经非常大非常好了耶。当然大还要更大 啊，因为我想穿要更性感的衣服。对啊，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女人就是要性感嘛。很多人已经使用过许多丰胸的产品，有吃的，有抹的，有器材类的，但是目前营养最多、吸收最快、丰满效果最快、最明显的，就是用益泰的丰胸营养源，因为它的养分多到可以改变您平坦的体质，吸收效率快到可以在2到3天内给您弥足珍贵的乳房体积，保证实质的收获绝对大于您的付出和想象，所以想要这么丰满绝对不是一件难以达成的事。今天您就可以开始使用它，一个月后您就可以升级到一个更有本钱的罩杯。您看，现年25岁的陈培珍小姐，她的胸围经过实际测量只有28寸而已，她说她真的是小到都不太敢交男朋友，不过丰胸营养源却帮她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善了这个令她自卑不已的状况。您看，现在陈小姐已经拥有34寸的傲人身材，所以丰胸营养源真的可以帮您做到您原本所不敢想象的遥远梦想，而且实现心愿的时间快的就好像仿佛就在转眼之间一样。之前呢、我的胸部啊是真的非常的扁平，扁平到我一个男朋友都交不到，然后让我非常的自卑，然后非常的没有自信心。对，可能是我发育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补自己，所以让自己的胸部都一直都是处于平坦的状态。但是自从我使用了真女人丰胸营养源之后，我的胸部整整大了6寸。你在以前是几寸？以前是28寸，现在使用完之后，现在目前34寸。那你接下来已经这么完美的一个结果了，那你还会不会继续使用这个真女人丰胸营养源？我一定会继续使用它，而且重点是它的方法很好用，很方便。现在您还在为了丰胸的心愿而徘徊不定吗？您真的还是以为没有办法让自己更接近十足的女人吗？无数的妇女朋友们使用了丰胸营养源之后，真的都达成了他们的目标，完成他们日夜期盼的心愿，这种令人雀跃万分、信心大增的感觉，您真的要马上亲自来体验。它不仅对于胸部平坦的人很有用，胸部大不如前的已婚妇女朋友更要让它帮您找回失去的乳房体积。有人说丰胸比减肥还难达成，可是丰胸营养源保证最慢3天就能马上见效，一个月内保证至少让您增大1个罩杯，一个实实在在的傲人体积。曾经有人使用了丰胸营养源之后，胸围甚至丰满超过40寸以上，可见这种大量的营养对乳房增大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真女人丰胸营养源每组特价只需1980元，只要使用它，保证让您的上围一寸一寸的增加，让您的罩杯越换越大，保证让您一辈子受用无穷。凡是使用过的妇女朋友都说它真的很有效，而且比任何曾经用过的方法还要强效，所以请您赶快来电订购，保证让您变得非常的丰满。